不要被电视剧骗了，这才是各国真正的王妃。普尔英格兰玫瑰戴妃一，摩纳哥王妃格蕾斯凯利，格蕾斯凯利，美国影视演员，完美与童话的化身。她凭借自己天生的美貌，开启了璀璨的人生，从奥斯卡影后蜕变为摩纳哥王妃，馈赠给世人一个倾国倾城王妃形象，简直美艳不可方物。不要被电视剧骗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摩纳哥王妃，比电视剧演的女明星优雅高贵多了。二代安娜王妃1981年7月29日戴安娜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结婚，成为英国王妃。她的容貌极为清丽，178厘米的模特身高，金发碧眼的五官轮廓，天使般的笑容，优雅的举止，深受国民的喜爱。戴妃工艺善举，颠覆并且拯救了英国王室高高在上的冰冷形象，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盛赞为人民的王妃。三，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巴列维，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三任王后，她年轻时极富女性魅力，当年她以美貌、学识、涵养和品味而广受赞誉，丝毫也不逊色于杰奎琳·肯尼迪，简直美出天际，令人难忘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